花莲县一年一度的妇幼嘉年华18号在花岗山中正体育馆举行，而各邻里妇女姐妹一早活力饱满，齐聚参与盛会。县长徐祯蔚也到场与妇女姐妹们同乐，而活动中的创意环保变装秀更是让现场笑声不断，气氛活泼热络。这是由花莲市妇女会所主办的花莲县一年一度妇幼嘉年华活动变装秀比赛的现场，一早各邻里妇女姐妹便展现出饱满活力，热歌热舞，希望争取好成绩。县长徐祯蔚特别到场与妇女姐妹们同乐，而妇女姐妹身上所穿的服装都是姐妹们所收集的环保材料制作而成，活泼的舞姿让现场的欢笑声不断。县长徐祯蔚感谢乡亲妇女朋友在这一次地震后一路上的支持跟协助，也稳定了每一个家庭的心。祯蔚，谢谢大家在这0403之后，我们0403之后，无论是跟着我们的每一个家庭一起往前走，或者是你是本身是受灾户，或者是我们的家人朋友是受灾户，我们都给他们一点温暖，都跟他们拉他一把。那另外，政委也要谢谢所有的乡镇市首长，还有很重要的，谢谢村里里长还有代表，因为很多的讯息需要他们来反映给我们施工所或县政府，我们一条线来为大家服务。徐祯蔚强调，妇女会每年举办敬畏运动以及培训课程研习，让姐妹们从学习中增长智慧，不仅联系彼此的感情，也让花莲成为更幸福美好的城市。花莲强不强？女力强不强？记者刘明胜，花莲市采访报道。